你要形容一下味道，有个野果、啊、好，那过来了，你看一下，然后可以带果一个葡萄汁。满分100分，你打几分？80几分。哇，芝芝芒芒，芝芒芒，好，好喝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等等，好，那我们可以拍一个影片是这样子啊。好衣服吧，他把衣柜掉后面。是绍兴的臭豆腐，我也有的时候经常。有种炭烧味，对不对？炭烧味。各位同学。啊。大爷。你最喜欢哪个景点？饭店的部分。那你最喜欢哪个景点呢？饭店啦，我想睡觉。今天为止你印象最深刻的景点是哪里？东方明珠塔。为什么？就走到那个走到哪个上面啊？是你的手。走一圈吧。来，请问你今天为止吃到最喜欢的是什么？番茄薯片，农夫山泉。对，后面来，后面。请问一下，明天还会收购桶吗？不会，明天有人叫我们。我们就不要叫他。你觉得杭州怎么样？很好玩。还想再来吗？你还想？你就还想？我就把这段剪进去了。别说。好。